过年到了，有些部落会杀猪应景，而部分的上等肉通常是拿来腌制，好吃又香的咸猪肉。先将猪肉切成长条，宽度必须在4公分以内，太厚盐分渗透慢，肉质就会腐烂。为了让盐分快速渗透，还必须搓揉一番，或是用刀尖轻轻搓，再撒盐巴，然后放进瓮里。麻药说，腌肉看似简单，但不是每一个人的手都适合制作腌肉。腌肉叠一层层之后，还要撒半瓶的酒，然后说出一句赞美的话。我都打了这一度，不放心。一般腌熟的猪肉大约要半年，而半年后也就是8月，刚好就是阿美族的丰年祭，这时就是拿出来宴客享用。腌熟的咸猪肉肉皮会呈现黄色样，封好的瓮不可以随意打开，必须半年后有腌制的人开封，这样的腌肉才会香。记者搞到马耀花莲瑞穗采访报道。